这是个六道共生的一个空间，你和六道众生因量子纠缠基因连接，基因纠缠是分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你还不去理他那就更乱，你不搭理他就更乱。说有些人吝啬鬼，不是没有钱就是不记住。为什么不记住？吝啬鬼嘛，守财奴嘛，舍不得嘛，追其根不相信嘛。说是你要富贵嘛，你让你的祖先天天挨饿，列祖列宗天天挨饿，变成孤魂野鬼，无死孤魂，你怎么可能好？你告诉我，你即便大富大贵的也瞬间就倒霉了，一无所有了，因为你和祖先的链条被你剪断了。我们人无非是活在一个纠缠的链中，一张网中，你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的剪断，你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就变成孤魂野鬼了，你也就开始贫寒贫贱，没有缘善缘，没有善的连接，善的支撑。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有两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一种是列祖列宗积累的几千年上万年甚至更久远的连接的力量，比你一生的力量大了很多。然后我自己的经验，包括我们这个发展企业中，我修了这个我太爷爷的祖坟之后，不是我修，是我劝我爸修啊。我爸这个听我讲课讲到这个爷爷会影响孙子，他就把我爷爷的坟修了，也是他爸爸的坟修了。有一年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我看到我这个爷爷旁边还有一块坟塌了，一个泥板也没修也没塌了。我就问我爸，我说这块坟这是谁？他说这块坟是我的爷爷，是你的这个太爷爷啊。我说爸不行啊，说我爷爷奶奶住豪宅，我说这个太爷爷这个房子都破了，你怎么不跟他修？哎呀，我们这一代人，你不是说会隔代影响吗？我们这一代人已经80多了70多了，死的死了，也没剩几个，无所谓了啊，只要是你们好，这个隔代影响，我把你爷你奶的坟修了，影响到你们这个哥几个，我们兄弟三个好啊，还有我叔叔什么，还有我们堂兄堂弟十几个人，说影响到他们都好，我们就心安了，我们都要死的人了，不用修。我说爸呀，你这是犯糊涂账啊，你说这个太爷爷不好，我爷能好吗？这不有基因连接吗？那我爷不好，你不好，我能好吗？这不一连串的吗？中间就有一个污点儿，长了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塌陷，那个不顺呢？哎呀，好好好，修吧！啊，我说我出钱，你要是不舍得，我这个孙子啊，太孙子出钱，不用不用不用，这事儿我看啊，老爷子修啊，修了。修了，我记得我当时跟你们讲了，那个是我们在勾登谷拿到第一个有地地产的那个钥匙的时候，就是我当天拿到钥匙，我爸爸从中国打来电话说，你太爷的坟今天修好了，你看你们都没有掌声，说是木葬，木哪着没有智慧，你们的太爷爷你们理了没有？你们的爷爷你们理了没有？你们有的父亲走了，母亲走了，你们安置好了没有？不管，自私自利，吝啬鬼，守财奴，什么花一点钱就心疼。那我们家族就这样，那都不花钱，我花钱。我爸修我爷爷的坟的时候，他说不用你出钱，他自己出钱，他没有跟他兄弟姐妹要一分钱。
修太爷爷的坟的时候也没有跟兄弟姐妹要一分钱啊，是不是？那么结果是什么？哎，我是他的长子，我是我堂兄弟包括亲兄妹中最荣耀的人啊，这个现在你们都吹捧我为大师嘛，是不是挺荣耀？也掌声一下啊，社会地位也起来了啊。最近我也是这个因为工作需要换了豪宅了啊，这个房子也荣耀起来了啊，自己在社会中这个交往的富豪几乎最近见的都是顶级的亿万级的富豪太多了，社会地位唰也就改变了，朋友圈也改变了，舍得舍得啊！我向来在我们的 OSS 这个平台上我是最大的功德主啊，每一次法会我一定拔头筹啊，你们给2000我给3000，你们给3000我给4000啊，我们从来没有吝啬过这份钱。什么道理？我们懂这个道理，舍得舍得，通过这个舍得到的，但是你不是为了这个得到，就是做样子给你们看，师父来南阳飘零什么都没带来，带来了祖先，带来了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根，那么我去践行这个根，师父们教了我，我去实现实践实验，证明给你们看，我教学8年来要什么都有了啊！老天又多给了我4个孩子，然后这个住上了豪宅啊，衣食不缺，什么都不缺，走到哪里受人恭敬啊！这是什么？我不是你们南阳人啊，我是一个外乡人啊。不仅我们逢是侍奉神明的虔诚侍奉的人，你们看看都是大富大贵的人。你们在南阳走走看看，豪宅外面放着天宫炉，屋子里面摆着观音，供着福德正神，供着土地的，没人不是这样的。我们80%是华人，新加坡华人中有80%是信拜神的，信儒释道的，不是搞宗教的，是真正虔诚全心全意供养神明的，哪个都好了，就是你们这些吝啬鬼，不想点一盏灯，不想上一炷香，法会中打着小算盘噼里啪啦算，算出50块钱，算是10块钱拿去做法会的人，还在贫苦中。我带的徒弟中逢是跟着勇往直前的啊，好几个都是欠债累累的，人家现在都大富大贵的，凭什么？神明的力量，祖先的力量，神明的力量你不相信，祖先的力量也不相信，就是个自私自利，就是个舍不得，就是个守财奴，就是个吝啬鬼啊！是不是？你们学的是小人的学问，是华人的乃至于真正觉醒的洋人，我们这也有洋人学生，要做道的学生，跟师父学这种教育，去践行这种教育。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